境界呢，就是要在佛法一种正确的认识。啊，要是对佛法啊，所以看起来心念佛法啊，要大家都信佛，轰隆轰隆的啊啊，这人很多啊，其实呢，哎，没有境界呢。没有真正的是正确的这个正解啊，没有的这个正解啊，所谓正解呢，就是要有了解这个切一点的啊，因果业报，这些都是理解，这是一个再进一步的，就是要怎么样是修行才能够，成大乘佛法。